诚兴向遮阮医师遮的遮生命吼，啊遮土地有关的遮生命向恁拜拜吼，希望咱表弟遮工作的时间，这个工作足顺利，啊大家创作嘛足顺利，啊会当一个好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啊，他是能够传达台湾的绘画的一种比较草根的特性。你不需要一个美术馆来定义它，这个是艺术。那台湾壁画队，他把美的主题带到乡村里去，这是我觉得最让我欣赏，而且我在最让我觉得说它很重要的，不是为了一个功利的一个心去做创作，而是为了一个美的传递给大众。那没有分阶级，没有分职业，就是给大家。邀请新台湾壁画队来到威尼斯作画，没有身份，没有分大小，大家都是小伙子在街头涂鸦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没有拘束，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在玩这个过程。这里经过的这些来来去去的这些人们，他们会好奇，这个时候比什么宣传台湾多重要？艺术家是彼此帮忙的，艺术家可以自己盖一个像庙一样，像一个圣殿一样的一个给艺术的一个屋子，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你帮我帮你，这个态度我们要觉得很骄傲。比较珍贵是有一群人在这里，老朋友啦，还是这些以前的壁画队队员可以在一起，然后一起面对一些出外国的生活，对，那个东西很珍贵。你会看到那种越在大家越不方便的时候，大家感情那种越就会感觉越更融入。华山画门神其实最大的局限就是因为它是门神，它就像是这间房子的脸，所以我还是用那个比较鲜艳比较亮丽的色彩，这样去画了门神，就画两只鱼，然后上面有两个也把千里眼顺风耳，就是我把它鱼画了，对鱼画猫画这样，对，所以那个千里眼就会poke很多眼睛，那顺风耳就会有戴耳机，这样反正它就能听得到，然后那两个小的速写一小块，就是画威尼斯的景观这样子。因为我来进前，伫厝拢咧画金蕉嘛，我最近因为讲有一个熟悉度啦吼，出来遮画吼，其实这些条件拢无讲做把握嘛，所以较用一种较适的物件做题材嘛。这就是台湾啊，所以就在写块原文啊，安尼人看较有啊。来车我感觉一个互我感受较深的是讲艺术家的迄种精神，因为即届来光板基本上是无对来嘛。所以做侪工课，我讲的是个盖白屋迄部分啦。基本上是艺术家大家合作，把起起来嘛。这部分我感觉真难得啦。大家拢放下身段，做起来起一个白屋，我感觉来问一次，这点我感受上深。没有吃水果的话，很久没有这种过程了。就说那个过程是蛮，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很艰苦。对，因为这个就是 European 就是欧洲人嘛，对，那这是由肉皮养的谐音嘛，就是文化上常常会存在的那个一些
误解嘛，那我就用这之间的误解来作为一个调侃的途径嘛。那这就是欧洲嘛，欧洲就是现在全部绑在一起，就是链子拴在一起，然后他们都在 S， 就是用 SN 的意象来表达欧洲目前碰到的状况啊，欧元的这个欧元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状况。然后该爽该高潮的时候大家都有高潮，然后该那个痛苦的时候大家都一起痛苦，这就是意大利文上面，就这个是有，这个是肉，这个是皮，这个是羊，然后就是从欧洲人变成牛肉皮人，再变成他们的那个意大利人这边比较了解的日常生活的那种状态啊。Every time I'm ask myself, where is the human being? Human being is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between sky and earth. So, yeah, so in that moment, we were a part of it. And we're so, so interesting that I thought that the best way to do something is paint this picture. I really like to do that. I really enjoy it. And I'm so impressed about every of you, because work a lot in 4 days working, maybe five. Because the first two was building house, then paint. Yeah. That's a nice shot from Taiwan, I think, because they really said to all the Italian people said, we are here to work and we do what we want to do in the time we project to do that. And it's a nicer shot. Thank you, you appreciate it. I really appreciate it. 每一次在回来欧洲的感觉，我们是好像有点在重新在咀嚼这个东西。威尼斯啊，它是一个水都，然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方的那个贸易的点，然后它是一个这个港口又非常非常迷人。如果我们讲说它是一个贵族，有相当的风华，然后每一个人垂涎这个地方，啊，它就是水，水的性格很重，是吧？然后所以，我就把它用比较隐喻式的，或者比较内层的那种情欲的啦之类的，这种做一个联想。人是情感的动物。所以用猴子代表我，那现在看到的是母与子，对，那可以看到这个猴子站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岩块，然后这个岩石好像看起来像台湾，就代表我的老婆跟小孩在台湾那边等我回家，这个公猴子跑出来玩，母猴子在家里面顾小孩，是，而且孩子还嗷嗷待哺。对对对，因为实在是太遥远了。一堆人这样子玩在一块，一定有绝对的加成跟那种化学效应，那彼此之间的感染，那不可能，那个不只是创作上啊，我觉得在生命上，每个人生活历程啊，有时候是要互相彼此分享，比较不会孤单。甚至是会提升我们老化的过程中的幸福指数。幸福指数的参数是依系在老朋友越多越好的状态下。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参展其实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跟这边交陪的开始，所以我这一次画的那个主题就是我的创作脉络里面，从鱼尾鱼肉，鱼肉肉花花，一直演变到把它变成渔船，鱼的船，渔船，然后因为这个时空氛围，感觉就是像从黑水沟到威尼斯这样，所以我的画面就是从比较暗的
那个水的颜色一直到比较清澈的威尼斯这样，感觉就是蛮缤纷的。那同时，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想象，就是我们东港也要快要引网了，所以我想要画一艘网船，可是那个想要在上面写上自己的信，就在这个创作过程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同方面的思考都夹杂在里面这样子。我们在思考新台湾壁画对整个未来十年的这个大计划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动作蛮快的开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连续的可以成型连续的计划来当作跟比如说白屋跟这边的园区，甚至跟比利时、跟法国、跟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呢，我们也把它看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就是台湾跟欧洲这边。E la particolare condizione sospesa si avverte anche nei lavori. I lavori sono un incredibile equilibrio fra tradizione, capacità di rileggere la tradizione, forte incremento tecnologico, forte presenza del tecnologico che è un po' stata anche la forza, soprattutto negli anni 80-90, di Taiwan, era una delle tigri asiatiche, delle tigri dell'Asia, no?Per forza economica, però in questa fase ancora più recente dell'arte contemporanea taiwanese si assiste a un processo che va oltre l'aspetto tecnologico, un po' come succede anche da noi, e si viene piuttosto recuperando la manualità, il fare, la pittura stessa. Voglio che Xin Taiwan Biwa Dui non possa venire in Venice Italia di Ven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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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那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第一个，它提供了我们年轻艺术家呢有实地的进入到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文化，尤其是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啊、文化丰富的一个地方呢，来实地创作，应该给我们的一个艺术家呢有相当的刺激，甚至相当的启示。同样呢，我们的艺术家呢也都创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样在绘画表现里面也累积了个人的一些艺术的语言，这样的一个新的艺术的信息能否带给意大利一个新的一个艺术的交流和对话，这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Stringiamoci a corte, siamo pronti alla morte, siamo pronti alla morte, l'Italia chiamò. Stringiamoci a corte, siamo pronti alla morte.